荐给大家日月无电磁波纯棉暖垫。那今天推荐给大家100%的纯棉，尤其是它底下做了纸滑的设计，再加上可水洗，所以你可以把它丢到洗衣机里头去洗哦。尤其是这个插头的部分，它是一个专利的设计，水是不会跑进去的，所以洗完你只要晾干，不要烘干哦，把它晾干就可以。那双人部分呢，我们还做到两边不同的温度的设定，你可以看到它从30度一直到60度，一度一度的微调，而且它可以15个小时自动断电。那当然无电磁波非常的重要，你可以看到这现在电源是打开的，那你看它手机它是有电磁波的，它会滴滴响，我们家的就是没有，甚至这是别人家的，你可以看到又滴滴响，可能就是你睡了8个小时就像是睡在微波炉里一样，这是对你身体是非常危害的。那今天优惠的价格，外面的价格单人的部分是200块钱，双人是250，那我们今天单人部分是129，双人部分是159块钱，打电话哦。